大家好，我是瑞光老师。接下来跟大家预报3月25号礼拜五个星座的运势哦。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双子座，很开心愉快的一天哦，而且呢受人欢迎，跟人家身边的人相处都特别和谐。第二个呢是水瓶座，远地运旺，越走越旺，而且呢会有贵人呢跟你指点一些很重要的讯息哦。第三个呢是射手座，透过一些团体啦、一些朋友的聚会啦，会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脉。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牡羊座，你的生活啊会因为你自己的冲动啊有一些变化，那可能呢会有一点点乱成一团的情况哦。第二个呢是天秤座，你身边的人呢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，然后呢让你手忙脚乱，甚至带动你情绪的起伏，多留意。在幸运颜色以及数字的部分呢，风象星座朋友是金色，数字是4；火象星座朋友呢是粉红色，数字是2；水象星座朋友是蓝色，数字是7；土象星座朋友淡橘色，数字是5。